艾森可以打出900磅的力，但是我要献祭我的职权，后手职权，我打出来。미친놈！大家听声啊！大家听声啊！여기30년짬바의중국태극권고수가마이크타이슨을무시하며그를조질수있다고말합니다艾森可以打出900磅的力，但是我要限制他，我会阻止他用出这900磅，可能也就能用出100磅，或者是150磅、200磅。恐怕他就用不出来，拳击我的直拳后手直拳我打出来都是有一个指令的，勾拳也是如此，摆拳也是这样，他一打出来他的力量方向是不变的，对方一个刺拳，你一个拍击就会把对方的拳拍到一边，拳击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技术，一拍一反击，一拍还一个直，传统武术不是这样，真可以打出900磅的力，但是我要限制他，我会阻止他用出这900磅。이가오충만한태극권고수는자신의실력을증명하겠다며시시아오동측에복싱대결을신청하는데요시시아오동은이태극권고수의나이를고려해체구가아주작은파이터를링위에올려보냅니다아听说啊大家听说啊大家听说啊大家听声啊！不敢反了，听声。哎，读不了。慢点，一、二、三、四。慢点数。五、六。慢点数。不是，加油！对，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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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嘴裂，陈先生，陈。好。我的嘴裂。哎，这是滑倒，这是滑倒，缓缓，不是缓缓啊，滑倒。来着，双方回到中间，开始。拳套都是一样的拳套，都是十二盎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师傅能坚持这个到一分钟，我觉得很厉害。实话，沉下去，沉下去。哎，古师傅有一点懵。沉下去。哎。沉下去。哎。歇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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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儿。耶。五，往前加油，五师傅，加油，五哥，哎，好，加油，好，来来来，哎，双方准备，开，二十九厘，二十九厘，陈姐姐，哎，看能不能坚持一下，看能不能坚持一下，你再接住，你问一下五师傅，你还得让五师傅缓缓。Few moments later. 准备，开始。看看古师傅啊，要看看啊，看古师傅能咱们坚持一下。我听古师傅的啊。我听古师傅啊。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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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要让古师傅缓缓，缓缓。古师傅，你要转身啊！古师傅，马上就能结束啊！坚持一下，古师傅，没几秒了，没几秒了，没几秒了，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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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老。경기전타이슨을무시했던태극권고수타이슨은고소하고무명파이터에게참교육을당하고울음보가터지고말았는데요다급한슈시아오동그에게술과전통차를선물로주며달래주기바쁩니다달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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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처럼가오만내세우다참교육을당하는무술고수와는달리객관적으로타이슨과자신을비교평가하는파이터들도있습니다중국역사상최초로 WBO 임시헤비급챔피언에올랐던장지레이그는전성기타이슨을이길수있냐는질문에이렇게말합니다就如果在泰森那个时代，你俩在一起对打的话，你觉得他是对手吗？我不是对手。
他是个野兽，真的强，那不是一般的强。所以说他那个时代他就是一个神话，从小看着他比赛长大的，也一直把他当成偶像。所以说我现在讲的是你要有那种欲望，这也是泰森讲的，你站到台上你必须要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欲望，从你眼睛你的眼光就可以杀死对手那种欲望。迈克尔泰森对吧，他是一个传奇，他也是我的偶像，咱们要尊重他，咱们从小是看着他的比赛长大的，真是我也是知道职业拳击，也是通过看泰森的比赛才知道职业拳击。那泰森真是一个传奇。왠지 태극권 고수의 발언보다 타이슨을 존경의 대상으로 평가하는 그의 발언이 더욱 설득력 있게 들리는데요. 그렇다면 여기서 중국 전통 무술가와 복서의 경기를 하나 더 보신 후 결이 다른 두 무술 간의 차이점을 확인해 보겠습니다. 비슷한 나이와 신체 조건, 같은 아마추어 간의 대결에서도 복서가 압승을 거뒀는데요. 무엇보다 결이 완전히 다른 중국 전통 무술과 복싱의 분명한 차이점에서 여러분이 느끼신 바도 분명히 다를 겁니다. 댓글 많이 달아주십시오. 그리고 구독, 좋아요도 부탁드릴게요. 지금까지 시청자들이 키우는 채널 빡센이었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